昨天我们数据清理大概是在11点多的时候做完。我们是吃饭前我们只画完第一张图，记得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麻烦请点常用底下的关闭并套用上面这个图示就好了。所以我们数据清理就是什么的数据清理呢？抗忧郁症的数据清理做完了，从取得新查询，还有那个数据清理，你们一定要听懂这件事哦。你放心，下午还会再做一次，不是下午啦，上午就是下节课还要再做一次。好，接下来可是请问一下，你的抗忧郁症的药的视觉化分析你要修改，因为当时我们画的是降血压，我们没有画出那个抗忧郁症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去修改一下，麻烦滑鼠右键点选降血压，滑鼠右键请点选降血压，然后复制页面，就是我们去产生一模一样的一个页面。其实我们这个档案第一个要改的就是降血压这三个字要改成什么？抗忧郁症。这三个字就是先把页面名称改掉好了，页面应该叫做抗忧郁症。然后这个降血压三个字也要改成抗忧郁症。好了，那请问一下，接下来我们就改几个参数。我是把接下来的动作视为是改参数的调整。举例来说好了，这一个档案，它格式你是不用动的，可是这个轴，请不要用降血压的这个日期，请不要用。这一张图，请不要用降血压的日期，而应该是要用抗忧郁症的日期，可以吗？为什么？应该懂吗？就好像说，请问一下，假设我今天我要去申请，就是医，主任你在医务管医务行政，假设我在医务行政科。我想要去申请一台笔记型电脑，结果我跑去跟那个医生申请，就是他是另外一个单位，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现在要画的是抗忧郁症，那我当日期的统计当下用抗忧郁症里面的日期，对不对？这样大概可以了解哦。好，你看一下哦，我这个图表的这个轴，我现在要稍微讲一下。你看，当我现在，他告诉我，我所使用的是降血压，这边是不是有打勾？就代表我使用的是这一张资料表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里面的轴是用这个日期，然后值是用这个全国指标值，对吧？那有很多人他会就是以我的做法会是这样子啦，我的做法，我会把这个抗忧郁症的日期用拖曳的方式拖进来，可以这样做嘛，然后再把这个删掉，对不对？再把上面就是不是的资料删掉，这有什么缺点？
这你现在看过渡期间，你看这张图表，你会觉得它是很奇怪，因为日期用抗忧郁症，然后那个全国指标只用降血压，所以它画出来的图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结果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建议各位还有另外一种做法，就是你先关掉，就是先把这个值先删掉，值删掉，然后再去勾选正确的。这个缺点是什么呢？这个缺点你会忘记等一下要做什么，例如说你会不会记得这边要做平均，可能就会忘记。听得懂吗？就是在思维分析思维，你应该知道要做平均，可是有很多人是不知道要做平均，就是因为你做了平均好像感觉也没有很大的差别。好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好像这边那个这个图形跟降血压那个的图形是很类似的，对吧？好，但是你不知道谁高谁低，因为现在没办法比这件事。能不能这边我再勾那个什么这个全国指标值，你看这是什么图，你根本就不能这样比，这样知道吗？你放心，下午就全部都讲完正确的解答。好，请问你现在会不会改这一张图？会吧。好了，那请问一下哦，色彩还记得吗？色彩它是用那个降血压的全国的最大值用红色，记不记得这件事？记得哦。所以这边你看到都是红色，所以你大概会知道一件事，你应该要知道一件事，这些红色都是因为什么？它的值都就是抗忧郁症那个比例，好，同药里用药日数重叠率，抗忧郁症这个比例应该比较高，红色嘛，有听懂吗？不过你放心啦，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做这个档案的时候，请问一下，我们有没有，我们还是要去修改它的一个用色，记不记得？那，哎，刚刚我们不是有画一个平均线吗？这个平均线怎么也不见了？它反正就算它在，也会在很低很低的一个地方，那都是不对的。好，所以请第一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做视觉化分析，请点格式的资料色彩，然后请点 FX， 然后请注意两个档案都叫全国指标值，请改一下，请改不要降血压的全国指标值，而是抗忧郁症的全国指标值，而且摘要要选平均。下面这边不用动，然后确定。我这个资料是应该不是弄这个的，就是我应该这个资料读这个的，我好像漏了一步。什么叫漏了一步？就是他忧郁的应该是漏这个的资料。这个，我这个好像是这个，你就把这个日期搬进来，然后下面这个关掉，然后这个关掉，然后用这个全部都改成抗忧郁，然后值日它要改成平均，然后我现在已经交到就是说它的资料色彩的 FX 修改。然后把它改成我不要降血压的，我要这一个的全国指标值的平均，确定就做跟我一样的。好了，
请你们看一下，你看哦，最后的2021年抗忧郁症是不是都超过千分之一？千分之一已经是那个那边什么一个降血压那边蛮大的一个值。